第12分钟，双方目前仍旧是没有进球。不过可以看得出来，平大是掌握了几波比较犀利的攻势。今天辅仁大学在左路有一个机会，一对一的防守，全部到篮子会。对，队长今天好好的来表现一下，我传到中间，拉开距离，哇！哇！我可以看到这球，哇！辅仁大学啊，陈义安这球踢得相当的漂亮啊，哇！主场球，哇！这球其实可以看到，这球其实要给队长蓝主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那个功劳啊，因为这球其实吊得非常的漂亮，画面上可以看，待会可以从慢动作来看。其实第一时间平大是有封阻住的，陈义安这球你看踢到的时候，这个角度真的。门完全门将没有办法反应，这个高度真的太刁钻了。马上这样上去就下去射门。第一时间我相信谢博翔可能是认为这球有机会会出框了，但是没有想到他那个角度太刁钻，基本上他跳起来也不好封阻。辅仁大学在第12分钟的时候有陈义安踢进了这一球，没想到第二次的攻门就是一个直接打进的一个方式，顺利进球。蓝主辉在赛前其实就有特别提到，他们球队有两位主。